假如处闺蜜也可以领证。展茂，我们领证了。哇，恭喜恭喜啊，你们是头归二归啊。啥叫头归二归啊？就是第一次还是第二次领证啊？现在不都是一归一命制吗？我可是第一次。我也是第一次。那你们认识多久领证的？3天。哇，你们是闪归啊？是啊是啊，我们是高度灵魂契合，我们都烦同一个人，我们都追同一个明星，我们喜欢的男孩类型还不一样。我 P 照片只 P 我一个人，他从来不生气，因为我也不 P 他。果然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呀、啊！我们要一辈子在一起。对，生生世世做好闺蜜。哦，对了，一会儿我男朋友要过来，咱们一起去蹦迪。哎呀，你别叫他来，我不喜欢他。为什么不喜欢他？太胖了。你也不瘦啊。你什么意思？你拿我跟他比较啊？我俩在你心里地位一样啊。他只是你的男朋友，我跟你的闺蜜关系可是领了证的。那你什么意思啊？要离归呗，离就离，感情不能勉强。你要是想走，我也不强求。展茂，这你也能让他们和好吗？啊，我想想。有了，没错，跟他离。你这个小胖子自己也不瘦，凭啥还嫌弃闺蜜的对象胖呢？你凭啥说我闺蜜胖？她重色轻友，心里根本没有你。你少挑拨我俩关系，我闺蜜对我可好着呢。我看你这个老板不是好人。好，咱不理他，走，我请你吃串去。走。漂亮。